儿子说他要吃啊，你要吃吗？可是我应该吃不太下啊。你可以带外带回去吃、啊。这个怎么可以外带？这我放明天会怎么样？这个不行啊。对啊，妈妈就会说不行。晚上吃啊。不行啊，晚上现在已经晚上了。你回到家就可以吃。我回到家就要睡觉了，怎么吃？吃完再睡啊。不行啊，都会吐出来。你们两个的对话很精彩。不行。6点多而已啊。6点多准备就要刷牙了啊。哇，你也太早了吧。太阳都下山了，就准备要睡觉啦。6点多10点 还有3个小时、啊。没有，现在要8点就要去睡觉了。哇塞，你怎么越来越早啊？越来越老人。没有啊，要日落就睡觉。你是早上都睡就已经睡不着了，就要起床了。太阳出来就要起床啊。我们要看日出啊。看日出。对啊。到底要不要买？讲了半天。